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睇咧二月三号嘅司机金钟直播啊！打头阵嘅仍然都有浩德啦，不过大把队友喺后边咧预备上嚟噶啦，帮我讲。咁啊，迟咗少少啊，其实最衰都系我啦。咁啊，不过咧，我啲同事一阵间讲啲有质量啲嘅内容咧，就补数啦。咁啊，先讲就系二月一号冇错啦，就系司机金最新嘅表现啦，去翻180啦。咁呢兩日、呢三日個市其實都叫做企翻穩嘅，可以逐度講下。不過咧，今日有個小題外話同大家講下，大家知唔知咧？今日係立春啊，我哋預備過年啦。咁咧，大家咧就要開始咧迎接新一年啦。希望大家咧嚟緊一年都開開心心啦。點解要講呢件事呢？因為咧，我今朝咧批准咗個女同埋個仔咧都可以睇下我咧即時嘅直播啊。咁佢哋而家睇緊嘅。咁我今顺便教下佢咧，究竟立春同埋呢个农历年，大家知唔知有咩分别嘅？我今朝专登帮我哋研究一下，咁几好。我知道我隔篱阿 Adam 望住我咧，即刻话究竟咩叫立春啊？咩叫年初一？嗱，今年咧农历年嘅年初一，大家知道啦，二月十二号啦。但系今日咧二月三号，其实立春。立春嘅意思即系我哋嘅节气就即系话咧，我哋春天已经开始咗啦。咁但系咧，我好多人咧同我一样，做咗几十年人咧，其实都分唔清楚咩叫做立春，咩叫大年初一嘅。咁我专登咧，如果今日我个女啊，阿晴晴同阿哲哲咧，个仔阿哲哲喺度听咧，我好快讲一次啦。立春咧就系讲紧我哋24气节啦。呢个咧我哋嘅气节即系话咧，究竟系春夏秋冬咧？其实咧就系跟咧个呢个阳历嘅，即系根据太阳嘅位置嚟判断嘅。年初一咧，即系天干地支啦，我哋平时嘅农历啦，咁嗰个咧系根据月球咧嚟决定嘅。咁所以咧，太阳同埋月球咧行嘅位置同埋个轨迹咧就唔一定重叠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会出现咧，点解有时个年初一咧就早过个立春咯，有时个立春咧又早过个年初一咯。阿 Ada 你睇得好投入喎，即系觉得呢样嘢好得意嚟，冇错。咁咧冇错啦，咁所以咧今年嘅立春系早于年初一嘅。咁究竟其实系个年初一点样定嘅咧？应该其实都系根据嗰个24节气定嘅，就系咧根据呢个每年嘅冬至之后第二个数月咧，即系个第二个月嘅开始头一日咧，就系我哋嘅农历新年啦。呢、这个应该常识会考嘅，而家小朋友好深啊。不过咧，我觉得呢、这个咧，我研究完咧，发觉都几得意，系啦。同埋点解会有闰年都系因为呢个太阳同埋月亮个轨迹唔同咧。我哋每19年好似有7个闰月左右啦。不过如果有兴趣嘅，大家睇一睇啦。不过咧，我想讲咧就呢、这个都系题外话啦，即系抽少少时间同小朋友讲嘢。但系咧，因为琴日咧，做新城直播嘅时间咧，有一个朋友问啦，就系话咧，究竟应唔应该提早收楼嗱？咁咧，我每次有人问呢个样嘢咧，我个谂法其实就系唔应该嘅，因为咧司机今日都咧唔收楼嘅。咁但系实际上咧都系有原因啦。譬如话我就之前喺旧年，即系两个月之前2020年12月嘅时间，啲人问就话应唔应该收楼？我话唔应该啦，因为咧就睇翻喺2019年咧，其实都系呢个啦。如果记得啦，我唔收楼原因，除咗因为想赚钱之外咧，其实你见到咧，即使就2019年咧，最尾嗰两个礼拜咧 ，pick up 咗呢个位。如果大家睇个图好似好少啦，不过实际上咧 ，pick up 咗成2000多点嘅，由2600点咧升到上去26000点啊，升到上去29000嘅 ，within 好短，即系12月最尾嗰两个礼拜啊。咁所以咧，旧年我就叫大家咧就唔好收楼住啦，因为咧可能咧最尾都 pick up 嘅。结果咧见到咧旧年12月咧个势一 pick up 上嚟咧，你追都追唔切。咁咧，所以前居可鉴啊。咁同样地啦，再问翻咁农历新年应唔应该提早收楼呢？尤其是国内有长假期啊，香港有长假期，咁呢你知道啦，大家我同大家讲过之前话呢排红啊、大时代等等，咁你如果 reference 返啊2015年嘅时间啊，都系咁㗎，农历返即系似唔似个图啊，炒由2014年尾炒上去呢、这个港股嚟恒生指数，跟住呢就冇乜力，点知呢农历年返嚟之后呢就爆升上去嘅一段时间，咁所以咧，你问我，我觉得咧就纯粹因为呢、这个长假期或者农历假呢个单一因素去决定将个仓位过分调整咧，其实就有少少唔合理嘅。好啦，咁好都要压多少少时间讲咧，就系、是、美股咧琴日即系连升翻两日好翻啲啦，咁连即系道琼三个指数咧都变翻做正数嘅，咁
究竟件事系咪已完结咗咧？咁有啲人又觉得希望系啦，因为你见翻咧之前嗰啲Wall Street Bet 嗰扎股票咧，即系当然以呢个 GameStop 为首啦。咁咧就似乎就可以暂时呢个乱象咧就稍为冷却一下啦。咁啊，佢啲高位应该400几蚊嘅，你睇翻只 GME。咁啊，夾到幾勁嘅，夾到基本上咧就佢好似係佔羅素世界股指數差唔多排第二，第一就係只 PUC 啦，我哋都有嘅。但係依只GME 我哋又冇嘅，咁啊，即係我哋旁邊殼嚟嘅，賺錢又唔關佢事，一下蝕翻落去都唔係好關佢嘅事。不過似乎依個熱潮冷卻咗，會唔會好啲咧？咁可能因為之前大家都上個禮拜都風聲鶴唳啦，好擔心啦，我都提過啲degrowing 嘅情況。不過呢兩日好情況又好翻啲。但係最新嘅消息就佢哋好似由呢啲咁嘅 GME 轉陣啊嘛，轉去玩啲生物科技相關嘅。咁大家又拭目以待啦，會唔會下一個浪會衝咗出嚟啦？咁啊，講翻美股解講完咧，就係少少係因為即係之前上個禮拜大家比較兵荒馬亂的情況，隨住呢啲股票好像回落翻，大家就冇咁驚啦。咁啊，大陸咧就連續幾日都開始好啲嘅，咁所以今日個 A 股咧，首先今朝咧啊睇翻有圖有真相都係講翻今朝嗰個CSI 啊 CSI， 你見今朝都係立立地，不過咧就抽翻上去，咁啊尤其是十一點，咁十一點抽翻上去，唔知係咪因為個 Shiba 就十一點鐘，即係啲拆息數字咧就十一點出嘅，通常就係你見到係睇過先。如果 overnight 咧，就之前我講過好驚恐噶嘛，即係點解個 A 股突然間揼咗落去咧？過去嗰日一月中你見到，咁其實冇某程度咧，就真係同嗰個資金突然間開始抽上去咧，有啲好大嘅關係。不過 overnight 嗰啲就波動比較大啫。嗱，如果你睇翻一個月嗰啲啊，或者一個禮拜、一個月啦。咁、那個趨勢都似乎係好翻啲嘅，雖則咧，其實如果不過而家大家好似都係日日喺度睇阿爺放水做人嘅，不過冇辦法啦。咁因為個影響力實在太大。不過其實如果你講緊阿爺今日係收水嘅，你睇翻其實就收翻差唔多依個係800亿。不過整體嚟講咧，你見到啲資金成本咧就如果向翻下嘅，咁即係流動性好翻啲。咁某程度即係解釋下點解今日個 A 股好翻咯。不過個問題就攞你攞自揾自己笨嘅，即係見嘅依兩樣嘢，如果係即係係同時發生啊，即係冇一個 leading indications 嘅作用咧，咁你望住個 Shiba 即係可以即係變咗港股佬咁樣咯，喺度解釋究竟今日個市場發生咩事，但係個前瞻性咧就不足嘅。不過咁我哋只可以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個假設個趨勢能夠維持咯，即係流動性繼續好翻啲啦，跟住就個息低啲啦，咁啊個股市會好翻啲咯。不過即係鬥股啊，即係問題就係而家要大家要處理嘅，究竟六年之後翻嚟啦，咁究竟係繼續放水定收水咧？咁究竟有冇啲領先嘅指標啦？有啲 leading indicator 先有用嘅。咁我都去不恥下問啊，問下啲行家前輩啊。咁我發覺原來大家都好努力發掘緊呢件事。如果有機會幫我發現到咧，我就發達啦。不過暫時未嘅。咁至少你見到 A 股都因為係依樣嘢咧，我覺得嗰個令到嗰個行情都好翻啲啦。咁我哋本身都話今年係睇得比較好噶嘛，我嘅 A 股咁啊，所以依啲嘢隨住個市好翻咧，有部分我都覺得開心加翻啲嘅，係咪啊？中面大家見到，我見有啲朋友都記得我講，唔係我講啊。阿桑讲系，其实我都有讲嘅，不过唔紧要，我哋即系我讲，阿桑讲咪就我讲，其实我抄佢嘅嘢就都系咪？有啲同事可以抄都好啦。OK， 啲顺丰都好似好翻啲系嘛？连只宁德时代啦，系嘛？睇翻图先，大家觉得即系中意睇图多啲啊嘛？呢啲都好翻，不過佢又有啲好嘅新聞嘅，佢啲 cap 即係又開始產能又開始加翻啦。咁 anyway， 咁我覺得咧依段時間咧，大家即係美股大家繼續跟 ALK 啦，係嘛？都幾勁嘅，因即係依輪即係乜都回曬，除咗佢之外乜係嘛？即係 ALKK 無敵嘅，我都覺得係。咁啊跟下咯，我覺得大家其實我都有嘅，所以我都唔介意，咪人哋做得好過自己，咪跟下人哋咯。咁啊港股就可能講跟 two house 咯，係嘛？所以嗰日有隻2186啊嘛，我見好多人都。
我嘅興趣之嘢係嘛？咁啊，今日又有得又有啦，即係差唔多 size 嘅，綠葉咧160就200多億 market cap 啦。咁今日有單咧就係9969，咁就係只嘅樂華樂城建華 InnoCare。咁我就會俾阿 Kelvin 同大家 update 下究竟發生啲咩事啦，同埋另一個咧都阿 Son 都好勤力嘅，就同我講話，啱啱 Baba 出業績，雖然咧即係講緊咧 Baba 出業績咧，大家一定有睇嘅，不過佢都好好地咧同大家講下究竟佢點樣睇，或者有咩重點要講下。咁我就將個時間交俾阿 Kelvin 同阿 Son。阿桑出场先，好，我帮你揿个图出嚟先。唔该，好得。咁咧，其实出之前咧，其实就即系佢出咗业绩之前，其实好多大行咧都即系分别有讲佢哋嘅一啲 preview 嘅。咁其实即系当中咧，我睇过即系摩根咧，尤其是摩根咧，佢哋就即系喺佢出之前就 lower 咗佢个 target price。咁最主要就系因为可能系一啲社区团购啦，一啲新嘅零售业务上面啦，咁可能就会个expense 可能会加大啦，咁所以从而令到个 margin 就会有一个下跌啦，不论 year on year 又好，点都好啦。咁但係出到嚟之後咧，其實個 result 咧，我就咁望咧，即係喺從佢嗰個業務同埋佢財務，佢去理解去分析嘅話咧，其實個狀況唔係話真係非常非常之差，反而其實係即係大家即係市場比較擔心嘅，可能就會係佢短期嘅一啲宏觀嘅環境去影響啦。咁所以撇除呢個因素咧，睇一睇佢嗰個整體嗰個狀況啦。咁其實整體個狀況咧，你見到其實佢嗰個 revenue 咧，大概 in line 或者 beat 咗少少嘅。即係你見到如果摩根嘅話，其實摩根出之前咧，其實係調低咗 revenue growth 嘅 ，especially 就係喺佢一啲innovation initiative 啦，嗰啲位其實亦都有調低啦，或者 other 上面啦。咁但係即係整體上面你見到就喺佢最主要嘅零售業務上面咧，你見到其實都係跌咗嘅。即係尤其是係 year on year 又好咧，你見到係對比翻自己第三季度啦，即係上一年啦，第三季度佢個 year on year 亦都係比佢做得更加好，係咯。咁另外一個呢度我唔再即係詳細去逐個講啦，我講一啲比較特別少少啦。尤其是喺個 margin 上面咧，即係大家有留意嘅就係佢嗰個 cloud computing 咧係轉翻做正數啦。咁但係你見到即係摸緊佢 estimate 就大概係仲係負嘅情況嘅。咁但係因為之前喺上個 quarter 嘅時候咧 ，management 都有講到就話嚟緊其實已經係會逐步去轉翻正數。咁呢個位亦都係俾到大家一個少少嘅驚喜啦。你見到 margin 都係轉翻 positive 0% 啦，咁但係即係好過係有負數嘅情況啦。咁另一樣嘢咧比較特別咧就係佢嗰個傾縮收即刻升，所以啲 cloud 點咯。不過其實之前都講咗好耐嘅，啲 cloud 就開始慢慢開始有錢賺啦。Baba 因為最大嘅始終有得喺國內啦，尤其是啦。系啦，咁另外有个最值得提嘅就係佢嗰个 GMV 啦 ,gross merchandise value 啦。咁陣間会讲一讲即係好多人会担心嘅就係佢嗰个即係会到天花板嘅问题啦。咁但係其实你见到个 year on year 呢，其实亦都係即係你见到即係如果计 year on year 同比嘅话呢，你见到其实係首先 beat 咗摩根嘅 estimate 16% 先啦。咁另外就你见到喺由 first quarter, second quarter 嚟讲就 keep 住係比上一个季度係升咗 1% 又多。increasing in a increasing rate。係啦。咁所以就呢个位置咁大家要留意返，就係因为佢喺十月到十二月嗰个中间佢嗰个嘅双十一啦，尤其是佢双十一嗰个延长啦，咁再加埋佢哋嗰个淘宝嘅特价版啦，而家嘅 annual active customer 啦，即係每年嘅活跃买家啦，活跃嘅顾客啦，或者系佢嗰个嘅每月活跃用户咧，其实都已经超过咗1亿噶啦。咁喺我上个 quarter 讲嘅时候，好似系得个7000几、8000几万嘅，咁而家就即系升咗2000几万啦。咁所以就呢个位系即系都要值得留意一下。咁反而我想讲嘅可能系两个最主要嘅重点啦。咁第一个重点咧就系佢核心电商嗰个情况。咁佢核心电商呢，其实即管理层喺琴日嘅 call 啦，其实都有讲，其实佢而家嗰个政策，即佢哋嗰个策略呢，就唔係话真係跟住佢啲竞争对手咁走嘅。咁即係好似拼多多、京东嗰啲呢，就 keep 住係要疯狂去attract 啲流量啦，拎个 traffic 为主啦。咁但係反而即而家嘅
阿里巴巴就偏向是一些穩打穩扎的，我需要的就是你那些用户的黏性啦，或者是中间的覆扣率和当中的ARPU 啦。咁其实我都有睇过佢个 ARPU 呢，其实喺第三季度嘅时候，佢嗰个 call 其实都已经系有重复咁提到，佢希望嚟緊做到嘅就係希望可以将去提升翻同用户之间嘅互动啦。咁从而系喺佢原本已经 existing 嘅一啲 customer 上面去带出一个比较大嘅value。咁其实呢度已经其实系出到一个比较特别嘅效果出嚟嘅。你见到其实佢嗰个 ARPU 嘅话呢其实系去到131。但系你见到其实呢个系131。ARPU。系因为佢嗰、那个。美金啊。唔系因为呢个系淨系 China Retail Marketplace 嘅 revenue。系啦。咁所以你见到嘅话就系佢嗰个嘅由佢 first quarter 19年去到而家啦，就大概两年几嘅时候啦，你见到其实已经系算系即系占最高，咁所以其实意味住其实佢喺中间其实做咗几样嘢咧，其实系开始系有成效嘅。咁第一样嘢咧就系佢嗰个品牌电商啦，咁因为佢而家开始主打嘅就可能系一啲中高端嘅牌子啦，系尤其是喺 Tmall 或者淘宝上面啦，咁例如同埋一啲 cosmetic 啦，去吸引到一啲比较年轻化嘅女士啦，或者系妈咪啦，去买嘅，咁所以呢个系其一啦。咁另一样嘢咧，其实大家要留意翻就系佢嗰个嘅app 嘅 upgrade 啦，尤其是喺佢12月头嘅时候咧，其实佢就 upgrade 咗喺淘宝上面咧就加咗两个嘅 function 嘅。咁第一个 function 咧就系佢嗰个叫做订阅嘅 button 啦，同埋喺佢有个叫框框嘅 button。咁、那个框框嘅 button 咧就我觉得几特别嘅，就系佢嗰个好似系微信嘅啲朋友圈咁样。咁如果大家有用淘宝嘅话咧，其实以往嘅淘宝就系可能你去买嘢，然之后你可能就喺佢个 comment 嗰度，然后就 po 张相就话俾人听啊，我买咗呢样嘢咁样。咁但系而家咧就有个朋友圈，你可以 share 俾你啲 friend 啊，我买咗呢样嘢，然之后大家喺中间上面做一个交流。咁呢样嘢其实亦都系可以吸引到其他人望到呢个 product， 然之后就去翻佢嗰个link 嗰度，然后做一个买卖咁样样。咁所以呢一个其实系做翻一个内容化或者系社交化啦，就 instead 就咁纯粹系单一做一个 transaction 咁样样。咁呢个就系佢第一样嘢佢嗰个核心电商最值得留意嘅位置。我明白啦，呢个 ARPU 咧就唔系每个客平均嘅消费，系每个客带来。Baba 嘅生意，因为一个我记得如果淘宝平均系几千蚊噶嘛，不过嗰个生意，但系带来嘅 revenue 就系因为要加乘翻个 take rate 系咪？OK。咁另外咧就係要提到嘅就係佢嗰個嘅新零售上面啦，因為其實即係管理層亦都有提過嘅，就係原本佢哋主打嘅就係一啲跨城市嘅 delivery 啦，而家就開始做翻一啲叫同城零售啦 ，intercity 啦，或者係最新嘅社區團購啦。咁就係另外就係佢之前喺上年啦年頭嘅時候就收購咗呢個高音零售啦新壓啦。咁最主要就係即係做一啲 offline 即线下嘅一啲大型嘅超市啦，咁而家咧就系希望将佢嗰个线下嘅大型超市咧收购翻嚟啦，然之后系同一啲线上嘅，即系可能 Tmall 嘅 supermarket 又好啊，淘鲜达或者淘宝买菜咧去睇，即系做翻个引流，做翻个 traffic。咁呢一个就同埋一个即系喺佢供应链上面都有个配套啦。其实佢嗰个情况就好似我之前讲嘅京东到家，即系达达嘅情况啦，又系做一啲我哋叫 offline to online 嘅 integration 啦 ，O2O 嘅嘢啦。咁点解佢哋最主要 focus 喺个新零售咧？其实就同嗰个社区团购嗰个模式其实好似嘅。最希望咧就系希望将佢嗰个低频嘅买嘢嘅情况变翻做高频啦。咁呢个系好主要嘅一个原因啦。咁呢个就系即系你用淘宝，可能你唔会每日都用嘅。OK， 你只系买衫，你唔会每日都会长期去买。但系一啲刚性需求啦，即系可能刚性需求啊，即系可能你买菜啊，你买嘢饮啊，呢啲你可能就会每日用到。咁所以就希望可以令到嗰、那个频率。變得更加密啦。咁另外就係由啱啱提到嘅一啲 intercity 啦，變翻咗一啲可能社區團購嘅 self pick up 啦，自己去鋪頭度拎啦，同埋做翻一個我哋叫 on demand delivery 啦，即係送到你屋企咁樣樣啦。係咯，咁呢個就係、是、佢哋最主要嘅運作模式啦。而家即係不喺未來一至三年嘅情況。咁另外就
有提到嘅就係因為我第三季度嘅時候咧，新鴨嗰個情況咧，即係帶嚟嘅血糖效應咧唔明顯嘅。最主要咧，即係如果睇翻咧，佢嗰個新鴨帶出嚟佔佢整體公司嘅 GMV 咧係5-5% 嘅。咁公司其實都有提到啦，或者個 prospectus 佢嗰個公告咧，業績嗰個公告出嚟咧，佢都有講話，而家就佔咗即係新鴨賣嘅情況咧，佔 GMV 嘅多過已經多過25%。咁所以即係喺呢度你見到其實好多新零售嗰個情況係已經可以帶到個正面嘅效果出嚟咯，係啦。咁另外我見到即係網上面啲人就講啦，有兩個比較大嘅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就係可能喺直播電商上面啦，會唔會即係快手啊或者抖音上面會有一個好大嘅壓力俾到淘寶，即係淘寶直播啦。咁其實即係睇翻咧，其實佢哋中間其實係唔係話好大 overlap 嘅？點解咁講咧？就係、是、如果睇翻佢淘寶直播電商咧，係佔佢整體 GMV 5-10%，意味住其實就係所有嘅 GMV 大部分啦，90%+啦，都係喺Tmall 或者係喺淘寶上面去引流翻嚟，而唔係佢嗰個直播。再加上即係淘寶嗰個直播咧，係一個額外嘅銷售場景嚟嘅。即係佢係即係你以只係一個輔助嘅形式帶動你去翻淘寶或者 Tmall 度買嘢 ，instead of 即係好似快手抖音咁，呢一個係你正常最主要嘅一個銷售場景，咁同阿里巴巴係有一個唔同嘅分別咯。咁另一樣嘢咧要提到嘅就係佢嗰個天花板啦，即係之前有講到嘅就係、是、啊，即係拼多多佢個 Google 好勁啊，就嚟追上或者係點樣啦。咁呢度咧其實可以提到最特別咧就係、是、你見到佢嗰、那個。Active buyer 嘅 addition 啦 ，quarter on quarter 咧，其實喺咁多個季度入面咧，係加得最快嘅，反而即係已經係用咗個數字去引證翻俾你睇。但係同淘寶特價版有冇關係？淘寶特價版已經係 include 咗喺嗰個入邊嘅，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就要留意翻，即係喺呢樣嘢咯，就唔即係話就話好似係已經最近啦，但係實質上佢入邊內部自己做嘅嘢都已經係即係開始見到有成效咁樣樣咯。咁所以總結嚟講咧，就係即係佢嗰個業務啦，基本面上面啦，其實唔係話真係非常之差，尤其是核心電商個情況入邊。喂，同從加嘢講兩句啊 ，VI 啱啱講啊 ，VIS 啊嘛，係啊，但係呢個冇準備嘅，俾阿桑，但係我即刻問佢，因為佢咧都有啲 insight 講。係咁，唯品會咧就係摸緊就做咗 upgrade 啦。你見琴日即係唯品會都升6-7%嘅，係啦，即係京東啊嗰啲都同時間就即係一齊升啦。咁其實佢最主要就做咗個 double upgrade 啦，就上到 target price33蚊，咁但係最主要佢哋嗰個即係摸緊佢哋嗰個 upgrade 咧，最主要就 base on 佢喺 Q4 出嚟嗰個 result 啦，係非常之厲害啦。尤其是喺其實 Q3 已經係犀利嘅，啲人就話啊，會唔會係因為佢嗰個 margin 啊，佢做嗰啲 promotion 啊，好似拼多多咁樣瘋狂燒錢會影響到咧？咁但係出到嚟個 result 就唔係話真係非常之差啦，喺 Q3 上面。咁 Q4 上面一樣啦，尤其是係嗰個雙十一情況帶貨啦，同埋因為我冇準備。即係啱啱 Q 啦，咁所以我睇翻咧就係佢嗰個 retail sales， 因為大家知咧唯品會 Vips 咧係主要做一啲珠寶為主，咁我睇翻佢個 retail sales 咧由10月到12月咧，即係我可以遲啲拎翻出嚟啦。其實佢嗰個 year on year growth 咧係 keep 住有一個上升嘅，咁其實意味住咧就係對於即係喺 jewelry 上面，即係一啲珠寶上面嘅 demand 其實亦都係非常之高，直接係即係帶動到去唯品會佢哋嗰個平台上面咯。咁所以即係都會之後。讲个专题帮大家介绍下 okay, 即 VIP 我试一试你，你真系犀利啦！嗱，我话咧唔使专登咧写咁多稿嘅，即刻讲咧讲啲我哋要分析过嘅嘢咧，系咪搞掂啦？不过几好嘅，时间关系我踢阿桑行开啲先啦，我要交翻个场俾阿 Kelvin 啦。我而家试到啲同事咧，究竟有冇实力噶嘛？问一问都先答到，真系犀利！阿 Kelvin 讲咩啊？讲即系 InnoCare。OK。大家好啦，咁 InnoCare 咧就琴日出咗公告咧，就系 Hill House 去InnoCare 发新股俾啲 Hill House 啦，咁就配售咁样。咁其实佢配售之后咧，已经系会揸住成即系13% of 呢个 InnoCare 嘅公司嘅。咁其实呢个比例咧，同Hill House 揸呢个八仔咧系一样咁多。咁所以就係即係佢而家就做呢個大股東嘅仔啦，咁卑尊就應該係第二大股東嚟嘅，咁就明顯卑尊大好多，係但係咁就明顯見到咧，其實Hill House 對於呢、這個因為 InnoCare 其實做嗰個產品就係我之前係喺卑尊嗰度成日講嗰一個
BTK 呢個嘅藥啦。咁其實咧佢就係而家市面上市面上應該係第四間嘅公司係有呢個 BTK 嘅。咁嚟緊咧，其實成個賽道就係講緊即係呢幾年內咧，其實都係呢四間公司喺全球嗰度係會係買呢只藥咯。咁呢只藥係做啲咩？就係賣呢個嘅淋巴瘤啦。咁我就即係其實本身咧就係Johnson & Johnson 嗰只藥先嘅，咁就係已經出咗都幾年噶啦。咁即係上年咧有一個好大嘅 catalyst 咧，就係第一就係嗰個醫保啦，即係呢個 BTK 入咗醫保咧就百濟同埋嗰間醫保睇嚟，即係喺2017年喺大陸都入咗嘅醫保咧，咁就有少少降價啦。咁跟住之後咧就係、是、即係 Beijing 就批咗嗰兩個適應症咧，其實 InnoCare 咧呢度見到咧，其實佢上年12月尾嗰陣都批咗噶，所以就係而家咧喺大陸咧，其實應該有三間公司係賣緊 BTK 嘅藥嘅，咁就主要係做呢個嘅呢、這個套膜細胞淋巴瘤啦，同埋呢個嘅白血呢、這個嘅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嘅。咁主要呢兩個適應症咧都係比較大嘅適應症。如果咧我哋睇翻即係睇翻 InnoCare 嗰一個書啦，咁就如果 look 翻落去咧，呢度會見到，即係頭先講緊呢兩個嘅適應症啦，都係講緊係講緊係呢個呢、這個係咩？如果喺這個大陸嘅話咧，講緊呢個嘅非霍奇金淋巴瘤嘅類型咧，其實呢、這個MCL 啦同埋 CLL 咧，都講緊佔緊係幾萬人度啦。咁點解幾萬人咧會大家咁關注呢間公司咧？其實因為咧，其實這隻藥呢只藥咧，比起嗰啲 PD-1 嗰啲藥咧，嗰、那個售價咧係都爭幾遠下嘅。因為如果係講緊呢個藥嘅話咧，其實一年咧嗰、那個費用咧，在外國啊，講緊係講十幾萬嘅美金。咁如果去到十倍價錢啊，但係如果喺大陸嚟講咧，因為佢入咗醫保咧，而家降價嗰個程度降到去係廿幾萬人民幣咯。咁即係見到呢度見到佢有講啊。咁所以就係、是、即係Beijing 咧，其實有講嘅，佢上年六月嗰陣咧就講佢每盒賣緊10,000蚊人民幣啦，咁一個月咧就應該大概用兩盒到，所以加加埋埋就廿幾萬人民幣咯一年。咁 PD-1 係幾萬蚊嘅 ？PD-1 講緊之前咪醫保咧係講緊3,000蚊一個注射嘅嘛，咁就係全年嗰個費用係講緊5萬到7萬蚊人民幣，所以就係都幾貴嘅呢、這個。咁就跟住之後咧，所以。嚟緊咧，因為佢啱啱入咗醫保啦，所以廿幾萬咧，可能都會有下即係下調嘅空間，即係暫時未知道嗰個降幅有幾多，但係就係而家嗰個形勢咧，就係、是、醫保睇嚟啦，即係嗰 Johnson & Johnson 嗰只嘅 BTK 藥啦，再加埋百濟嗰只藥都入咗醫保啦，但係咧其實洛成健話咧呢間咧係未入醫保嘅。咁不過咧，就佢通常呢啲做法咧，就會做一啲贈藥嘅方案啦，跟住就嘗試去將嗰個價錢調翻去醫保嗰個價格嗰度啦。咁跟住咁樣去賣只藥啦。另外咧就係、是、佢都好大機會今年會傾翻個醫保嘅。咁通常點樣傾就應該係六七月嗰啲時候開始傾啦。咁就情況應該就好似上年咁樣嘅。係咁，所以就佢會話，即係呢間公司可以話係可能係。delay 咗少少啦，比起其他兩個 competitor。不過你見到啦，頭先講過啦，呢度四間，跟住下邊嗰啲咧，其實全部都未得嘅。嗯，所以就如果係講緊咧 ，Johnson & Johnson 呢只伊布替尼咧，佢嗰個專利咧係去到2026年嘅12月尾咧就過期㗎啦。咁所以因為呢只咧係唔係一隻生物藥嚟嘅，佢係一隻化學藥嚟嘅，所以佢咧會好快會可能會出一啲嘅一啲嘅仿製藥出嚟啦，咁样，所以就会嚟紧就会喺2026年之后咧，嗰个嘅竞争就会越嚟越大，同埋又会有啲降价嘅风险咯，系啦，咁所以就系、是、整体嚟讲就即系洛成健话咧，唯一一个特别之处就系佢而家得200几亿市值，所以就即系仲要系 Hill House 之前未入。
入之前咧仲要低過200幾，所以就係見到即係會唔會係即係有個上升嘅空間咧喺呢方面，因為達製而家都成2000幾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好關注呢間公司咯，暫時係，所以個 update 就主要係咁啦。唯一有個即係最大嗰個分別就係、洛城建華嗰個規模真係細好多，咁你嗰個商業團隊咧就即係同百濟嚟講即係爭好遠，因為百濟其實佢呢個 BTK 藥咧喺外國嗰度都批咗，喺美國嗰度 FDA 過咗啦，咁喺加拿大啊嗰啲都交咗表嗰啲喺唔同嘅證件上面，所以就即係有一個咁嘅分別咯。但係就即係如果係要部署呢個賽道，我哋就可能都有機會會考慮呢間公司。好多谢 Kelvin 啊，咁啊几好咯，啲同事讲啲嘢，即系我有时咧都系同大家一起听嘅，嗰啲咁专门嘅嘢。好，咁就直接跳去我哋嘅 Q&A 啦，因为30分钟。好，咁咧就啊，啱啱见到一个朋友问嘅，就睇下先，就问下我，佢琴日有同大家讲啊，同阿陈志辉教授嗰个录音啊，琴晚录咗咯，录到9点钟噶，我都。所以你话我系咪即系阿女啲成日投诉，问我几时有得听啊？依、这个啦，依、这个节目就系管理新思维，就系、是、我琴晚录咗啦，2月2号7至9，真系噶。咁啊听咧啊几好噶，情人节啦，2月14号啦。咁咧我仲好浪漫噶，大家到时听下啦，我都叫我老婆听下嘅，中间有啲嘢。咁啊，陈志辉教授就系、是、大家知道啦，中大商学院亦都系曾经入夫书院嘅院长啦，苏俊友同学啦，所以琴晚都似同啲朋友倾偈都几开心嘅。但系咧放心，里面咧全个两个讲两个钟头嘅成个节目里面就系、是、都唔系讲股票，讲啲咩俾剧透下俾大家睇下。讲下咩咧？基金经理嘅社会价值啊，讲下好多关于我自己嘅嘢啊，管理上高嘅嘢啊，点解当年点样入去维理基金啊？临走之前究竟阿谢生同我讲过啲咩嘢啊？咁自己走咗出嚟做过啲咩嘢啊？点解要做即系 Pickers？ 点解有 C 基金啊？点解点样？我相信有自己嘅同事团队啊，究竟有咩帮助啊？等等啊，好得意嘅。同我平时大家听嘅吓阿浩德讲投资或者讲 C 基金咧，就个 perspective 唔同咧。大家有兴趣可以听下。讲多次啦，2月14号下午2点至4点，不过应该系有得听重播嘅，放心。即系之后佢哋会 upload 翻上去咧，香港电台啊，记住系而家讲啲系香港电台嘅节目嚟嘅，管理新思维。咁我唔好去咗新城，所以新城财经台我成日讲。不过呢个咧系阿陈志辉教授做咗好多年噶啦，呢个节目好似做咗10几年，所以咧我竟然有幸俾上去做个嘉宾，都几开心啊！即系仲要讲真。系我老师嚟噶嘛？OK， 好啦，讲完呢啲题外话啦，咁啊，不过大家支持下我啦，我都讲得好开心嘅。好，先答呢、这个我哋 C 基金 YouTube 嘅留言先。好，我哋琴日答咗去边度咧？呢度我记得啦。好，跟住问咧，有咩方法可以买宁德时代或者相关嘅股票？宁德时代好似就一般散户朋友就唔可以喺沪港通里面买嘅，咁所以我都唔知道。不过有啲其他人答喎，话可以，唔知系咪咧？呢啲我冇求证过，所以我都唔识。2845系咪嗰只 ETF 嚟？我见好多人都问嘅，特别琴晚啊，我有个好朋友阿 Terry 啊 ，Terry 都系运动服装嘅专家，因为佢系前某大sportswear 公司嘅高层嚟嘅。咁佢都問我究竟2845好唔好喎？咁因為我諗好多人都問呢個問題，就係因為買唔到一啲佢想買嘅嘢，或者唔識揀咯。咁我覺得都 OK 嘅。譬如話你著寧德時代，佢都揸住8%咯，你要考慮下啦。BYD 咁我有啦，我就冇。不過依間公司都唔差，依間公司好似仲揸住係咪斯摩爾啊？係咪大家知唔知 ？OK， 跟住1772啦，咁風哦，依只 A 股嚟嘅，不過揸住。咁呢啲都係都堅嘅，呢啲都真係成個EV 產業點裏面比較重要嘅 player 嚟。咁其實所以佢個表現都唔差嘅，雖然佢就唔夠我只寧德時代咁勁啊，係咪咧？我冇講錯，試一試先。我都好怕講錯説話，即刻撳下先。30750 OK， 我就冇買嗰只2845嘅，不過。大家买唔到300750，系咪都一个好嘅方法咧？屋企都差唔多，你见到咁。OK， 咁啊，希望帮到你啦。
好，跟住咧，阿 Traderless 又問啦，有冇啲啊？嗰只都要問翻嗰只綠葉啊，2160啊，琴日都有問嘅。咁問下佢有冇啲臨牀報告啊？我哦，你啊真系犀利啦 ，Traderless！ 哇，我 Kelvin 專登即刻衝出嚟話：好，我聽日覆你。不過佢都好多嘢做嘅，所以佢係啲俾少少時間佢啦。OK， 我都想知嘅，你問得幾好，係嘛？哦，你都幾有睇法喎，係嘛？我唔重複啦，大家有興趣喺 comment 睇翻啦。阿 Traderless 咧都幾有 insight， 我都幾中意睇佢寫嘢。跟住 Optimistic Positively 啊，依個都係經常性留言嘅好朋友嚟嘅。關於只中免01888啦，咁啊星期一上咗，咁啊好咯。跟住關於個 Rental Agreement， 2021年至2025年係啊，咁啊會跌啦。所以上海機場就收少30億咯。係啊，依度由40几亿跌到10几亿噶嘛，係啦。Why was the rent paid and affected before the agreement taking effect from？ 唔係嗰個 agreement 係應該係2020年三月開始嘅，係啦，所以唔係翻轉頭計嘅 ，OK？ 係咯，其實2020年三月啊，我都知道，不過阿 Sean double confirm 咗，可以分析下綠葉嗎？咁啊，一次個答案咪 OK 翻 ，OK 好啊。2269守得住配股价，系咪真系强势？咁佢不嬲都守得住个配股价。Split 啊嘛，我成日讲咗好多次，佢系一只 Split 啊，仲系上升周期嘅 Split。武汉肺炎，私基金搞歧视咩噶？哦，讲紧苹果日报嗰篇文章，嗰篇文唔系我写噶嘛？OK， 好。去翻依個 YouTube live 嗰個問題啦 ，OK， 哦、OK， 依個莫哦，我喺度講關於依件事 ，OK， 啱跟先答啦，答咗啲具體問題先，like 即係每日都係順序問啦，update 下現金水平都幾個 percent 咯，2269有冇拎到配售啊？我哋揸咗好多，我哋都有价嘅。换个问法先，2269解咗个月就配股又升，前景又唔差，你哋有冇啦？另外，CRO 就另一只 CRO， 就嚟 IPO， 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同2269嘅分别 ？OK， 咁啊，都差唔多时候就讲下咯，好啊。我想问关于阿里巴巴业绩公告业绩有冇提及买金服带来几多盈利？佢唔确，而家系冇 console 噶嘛？阿 Sean 系啊，所以系唔会即系买金服就唔 console。早年佢就收个 fee， 收尾就因为个用咗即系 restructure 咗，就揸住佢啲股票咁样，所以就唔会喺盘数就睇唔到嘅，系咯。跟住阿 VF 問匯豐咧，就成話大灣區部門加大投入，咁啊大咁啊習主席講要開發大灣區，咁大家都投入下啦。咁睇下佢係問貴變喎，佢個問題就話啊，如果匯豐主席以前都係 AIA 啦，咁係咪應該匯豐對於中國走出去有幫助咧？咁但係問題就係匯豐就暫時都係英國嘅管轄範圍多啲咯，多過中國咯。睇下會唔會拆遷翻嚟香港？佢如果拆咗遷翻嚟香港，可能股價爆升。咁但係而家佢都係睇英國頭多啲嘛。好的，你好，请问有冇研究平安好医生嘅业绩？系有嘅。咁今日佢出现业绩，咪升咗少少咯，又唔算好特别啦，系嘛 ？OK。因为我哋跟好多股票，冇乜特别，就冇特别讲解嘅。抄唔到2160，如果爆升可以搏下2500跟炒。OK。即系2160系咪即系只微创心痛啊 ？OK。咁我都係啦，第一法則理論啦，第一原則啊嘛，你覺得邊只好咪買邊只咯，就冇炒隔離。不過2500都唔係差嘅。OK， 2269配股點解冇顯示出嚟？哇，咁 technical 嘅問題啊！佢唔係今日上板嘅咩 ？OK， 有冇？哦，係咪先舊後新咧？
我先教學生都會上板，我唔知喎、啊。即係真係唔識答啲咩個問題。不過因為對我嚟講，我覺得就唔好大意義，大家都知道做咗配股噶嘛，係啊。是不是代表在场外被人接收都不会的，正常不会咯。OK， 我不知道，一些技术问题我都不懂答你。好，398中车时代有 IGBT 和这个 Silicon Carbide 卖点，是的，我们之前讲过，不过真的很小咯。我们有没有留意，有留意一下一点咯，不过占比都真的挺小的。上有一集找过阿伊人来讲过一下的，可以找回。系，我以前有个新闻，系信达生物，啱啱出咗公告，我见到 comment 有人提，所以就即系攞可能攞出嚟讲啦。佢应该系批咗佢个一线嘅肺癌识认证，所以就你要讲快啲啊！仲有一分钟开始，系好定唔好？你讲嗰个几阵先？系大家等咗好耐嘅大消息咯。是好消息就坏消息，好消息。你每日讲起鸡皮，跟住啲人唔知你想点啊嘛，次次都。好消息 ，OK 得啦。一线嘅肺癌啊，咁就而家就同呢个恒瑞睇齐啊，都系有呢个肺癌证证。OK update 就系咁。OK， 咁睇下系咪真系会升先。好多谢你啊。仲有一分钟。好，跟住迟啲见到摩根加咗比亚迪嘅淡仓，系咪短袖会偏淡？又唔係，我成日都講咧。如果你單單留意，通常有咩公司咧，就個淡倉會多咧，就係強勢嗰啲公司咯。所以即係好友有啲人睇得好，有啲淡友就走出嚟對冚咯。咁係咪一定會開始睇淡？又唔係。睇先，只我哋撳只 Innovin 出嚟睇下有冇嗱 Kelvin 講得啱唔啱先？信達生物啊，睇下先。咁升少少咯，暫時。OK， 好，我继续啦。开始咯，我要讲快啲啊，讲多一阵啦。银值得买未有，想入中国中免，连升几日，惊见顶，点睇？咁唔识估噶喎，你叫我分析间公司好唔好，我梗系识分析啦。啲股价听日点样走，我又点会知咧？系嘛？所以但讲真，即系如果佢永远估到短期嘅股价点样走，就唔使做咁多分析咯。我成日讲，不过我都有加嘅，讲咁多我都有加嘅。但系我都系用要解释下，咁我一路有货上去，梗系简单啲啦。好，宁德时代有股份解禁，有冇睇法？咁唔理喎，照升咯今日。雷射有冇新睇法？数码银行短期消息期待一下，之前新加坡嗰个咪冇咗咯，咁可以继续做嘅啲 fintech 嘅，咁啊，咁几好啊。不过嚟嚟去都系呢个位啊嘛，两个啊咁好翻啲，两个七咁，但系两个几佢自己都 buy back 啦，仲想点咧？唉，唔得，我要落盘啊，我唔同大家讲啦。OK， 咁啊，今日就短啲啦，40分钟系嘛？等先，啱啱答咗你啦，我答多几个问题咧，因为都要做嘢啦，101啱啱答咗啦，咁个股价升咗$2啦，而家，腾讯抖音互相伤害事件有咩特别睇法？冇特别睇法。中国平安爆雷华夏幸福，佢就揸住咗华夏幸福25% 嘅，对平安影响大唔大？咁啊，直接影响就唔好大嘅，佢实在太大嘛本身。咁啊，单一事件啦。暫時我覺得係，不過究竟佢可以點咧？佢好多嘢都佢發展得停一停嘅，譬如而家嗰啲 fintech 嘢，國內又停一停啊，呢啲係啊。不過我對平保又唔係特別有好深入嘅分析嘅，所以咧依、這個我唔扮專家啦。OK， ARKQ 琴日沽比亞迪咁衰啊 ？OK， 咁比亞迪今日哦唔喐咯，不過都260几蚊咯，係咪？我聽阿 Kelvin 講係咪啊 ？ARK 中意沽強股買弱股噶嘛？可能系，几时听陈志辉教授访问？陈先答咗你啦，2月14日，非常之浪漫啊！下昼2点至4点，问下上海机场呢日插得咁劲，发生咩事？有冇投资价值啊？你有冇听我哋讲呢个中免咧？你知道中免点解升，就知道点解上海机场跌噶啦，因为30亿就由上海机场搬咗去中免咯。OK， 呢个咩嚟噶？关于嗰、那个新城嗰、那个登记。
就应该今日有啊。我琴日已经为咗大家，你知道大家，我琴日星期逢星期二去新城就做晏昼做主持嘅，咁我琴日已经咧，逢啊朱子超啊，即系佢哋新城财经台嘅主持兼且下。系啊，高层咧反映咗，我啲朋友咧，观众等咗好耐咯，你哋要做咯。2021年个展望部署仲会再讲啊，系、啊，我话冇有一日冇嘢讲，又有讲噶，系啊，未讲晒。好，我记得嘅。富途同埋 Tiger 老虎证券点样几久啊？咁平台同埋个受众都唔同，咁不过唔紧要啦。总之佢即系中国啊、香港啊 ADR 升，佢都升嘅。9988，头先阿桑答咗啦。你好，请问司基金就恒指检讨作部署吗？会唔会加京东？其实我唔知喎，我知道有啲行家好中意嘅，即系嗰啲 index 点样转嘅时间部署定啦。但系我自己就呢啲技术因素就喺我买卖考虑当中，可能占即系个考虑只系占三成啦，七成都系睇翻我觉得间公司本身点样样系。即系你觉得系股，即系呢个系股，即系喺个点讲咧？呢个系一个 beauty contest， 系一个选美比赛。你估下人哋点样估啊嘛？咁系咯，咁除非你有一个好有 insight 嘅嘢啫。如果唔系，大家都系估下咯。我自己冇乜特别嘅关于呢件事。你见我都好少特别讲啲 index inclusions 啊，边啲会踢走啊等等。不过如果大家想知嘅话，我可以分析下俾大家。其实都唔使自己分析嘅，嗰啲大行都写晒嘅，即系究竟系边啲股票个 weighting 啊、啲 liquidity 啊、个 size 啊、购入啊诸如此类。唔使我研发嘅，大把人做紧。不过你问我系咪好容易搵到钱咧？我觉得都唔系。不过等有人问我，我下次讲下咯。不过唔需要原创嘅，因为我都讲呢啲资讯都即系所有人都知，所有人都明嘅嘢咧，其实就搵到钱嘅机会唔大。我自己有个咁嘅谂法，所以又唔系花好多时间睇啦。有啊，呢个阿 Conning 几个，咦？点解人喺人打赏我哋？几好啊！有一轮冇人打赏我哋嘅。不过因为我讲清楚啊嘛，打赏咗都唔会专登答条问题嘅，公道啲啦。系啦，我哋又唔好。不过你打赏我哋，我哋都代表我哋司基金团队嘅下午茶餐，多谢你。过一年大陆资金会唔会散水？股票压力大唔大？咁啊，如果散水，咁梗系压力大啦。问题点样估咧？我觉得就又唔系好差嘅。散水咧两个原因，一系经济好差，一系有啲系统性风险，一系咧阿爷收水咯。咁我觉得最睇唔通，当然阿爷系咪会收水啦？咁我觉得就未嘅。咁至少呢几日可以放翻啲啦。不过，都好挫嘅，即係可以收咗兩個禮拜，呢兩三日又放翻，咁你咪短炒嘅，跟住炒咯。咁但係我自己個方向都覺得阿爺係冇一個收水嘅急切性嘅。OK， 請問下6000仲可再四點睇啊？我哋有揸住啦，阿 Ada 講過嘅，咁都開始再對睇翻好啲咯，咁啊。但係好似阿 Ada 係上個禮拜先講嘅，費事喺度重複啦。1753嘅同意。哦，对，这个又唔好意思，我又唔想重复啊。Ada 上个拜讲过 ，iClick 啊，对，嗰只宝砖啊，对巴都系嗰一集，佢都讲过嘅噃。OK， 点样比较？系嘛？有啲特别 update 先同大家讲，如果唔系都搵睇翻我哋嘅节目里边有提过嘅。问下我哋请唔请 intern 或者 part time 嘅 analyst， 就请噶。点样 contact 我哋啊？send 个 email 嚟咯，最简单。info@picuscapital.com 喺我哋个网站有嘅。仍然持有个 call option 咧，都有啲。点样睇股灾机会？股灾机会日日有咯。都话个机会唔系几时嚟先最紧要。作为散户，应该如何控制？哦，咁咪个机会大，唔系好似好颓喎。咁边有咁简单噶？你见我日日讲都真系样样都要望下噶嘛。如果大调整买晒收息股，不过呢个我可以答你。大调整嘅时间咧，收息股都会跌嘅。唔好以为嗰啲唔跌啊。系啊，你问我最跌市嘅时间最好嘅方法系咩？就系沽咗啲嘢去咯。系啦，系啊，即系所以点解你听到我上个礼拜讲嗰啲 degrowth， 即系你唔好以为即系
通常個市一跌咧，你所有啲市場秩序都冇曬嘅，你所有嗰啲咧好，所有 model 嘅 hedge 咧都係廢嘅。最簡單就係、是、逃生係嘛？即係當然你問我會唔會買啲put 啊 short these futures 啊？咁我講過，你啲 correlation 可能就係你係兩邊夾死你嘅，可能所以跌市嗰時咧就兩樣都要做咯。我又會 hedge 啦，亦都會直接沽翻啲 long book 啊喂出去嘅。之前提过是大牛市咯，系啊，我觉得是第一季会强劲，系啊，我觉得系第二季会回，我觉得回少少咯。我但系全年我觉得大牛市嘅话，我觉得回即系透一气咁咯。而家有冇改变？我希望成件事就系发生咗喺过去嗰个礼拜度啦。我谂住回一回，原来上个礼拜回咗咯，系希望系嗱，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唔系好科学化嘅估算嚟，所以咧就唔好太过认真。不过有即系。我成日都同啲同事講嘅，我好多金句啊，好得嗰啲就係你唔需要太過科學化，不過你要有啲系統化咯。即係嗰樣嘢係偽科學都唔緊要，不過你知有個盤算咁樣咯。269配股有咩睇法？新股咁預咗嘅咯，我覺得。不過上一次係舊股又快啲，咁新股咯。所以我大家好似好中意問，但我覺得係你揸得住，你買得只股票揸住只股票都預咗，我就係講係預咗。仍然睇好内地券商股，我唔系睇好，我系投机嚟嘅。咁 A 股好翻，好冇再好翻咯，会。开咗司机金户口，钱唔多，所以想等第二季机会，还是现在就入场认购呢？咁就我只系讲咧，呢、這个我就好难俾意见你嘅。咁我都讲，又重新讲呢个咁老土说话。我打开门口做生意，梗系希望啲客咧即刻俾钱我啦。不过，我覺得如果好似上個禮拜都有問我嘅，咁太錯嘅時間我都要睇一睇啦。我自己個倉位都係向下調整，咁我冇理由叫人哋咧就衝入嚟噶嘛。嗱，掉翻轉嗱，依幾日咧，大家知道我倉位係加翻嘅，咁而家九成幾啦。咁所以你問我係咪一個好嘅機會？咁如果唔係一個好嘅機會，我就唔會加倉咯。我真係咁樣答嘅啫。即系你问我，我好得会唔会？好得你话咧，第一季好，第二季会回，不如而家清晒个仓，等翻第二季司基金重新入市啦。咁我都唔系咁做，系咯。即系我现实啲，只可以咁样答。就OK。嗱，你唔紧要，答开答埋啦。我啲同事话有话停嘅，唔停住啦，答得几多得几多。散户想做对冲，买啲反向 ETF 有咩睇法？咁最紧要睇得准个市咯。即系你睇得准个市啊，你。沽期指又得，或者买啲 inverse ETF， 唔系特别按7522同埋7500啊，7522系咩啊 ？OK， 南方嗰系咪啊？呢只系咪咧 ？OK，Trilight AMC 嗰个，咁系啊，即系我唔同你告别嗰啲 ETF 啦，因为佢哋我个个都识噶，费事嘅得罪人啦。不过对冲咪买啲反向嘅都 OK 嘅。但司机咁有冇研究留意 iClick 有 iClick 咪同呢个宝尊啱啱有啲新聞囉。有个朋友关于有啲争论係咪首先见到。可能係关于嗰、那个点样称呼个肺炎我明白啦。不过又唔使太过我哋都讲返股票啦。OK， 讲返股票唔需要争拗嘅。不过你问我我都系讲新冠疫情新冠肺炎嘅放心。OK， 加利物油破顶有冇加仓系冇嘅。多谢啊原来有人打上我哋好多谢你哋。OK， 唔好怒气啦我哋开开心心啦。OK， 最紧身体健康。有啲嘢呢得个嘈完交都冇乜对个世界冇乜帮助嘅我哋不如讲其他。係啦讲啲正经嘢。Alpha Point 话内地拆息回落咗一啲。咁啊年近岁晚嗰个要钱啦係好啲。新年之后资金会唔会好啲呢希望係。冇啊大家都系估嘅啫我想讲我所以我一开始讲。除了真的看住每一个变化那我没有 leading 的 indicator 呢如果找到我就发的了我都找到一些高手问一下的那如果有到一些新的启发我再讲一下如果不是我跟大家都一样都是一路观察一路做人。
望天打卦，最开个天文台同我讲下个礼拜落唔落雨，但系天文台都讲唔到咁远啦，有时。OK， 好啊，好犀利，我哋可以答得晒。点样睇1137？好似搞的士预约系咪啊？就先咪答咗1137系讲紧阿王维基佢。唔識講喎，咁啲大家都係覺得佢，你就香港嘅電商，不過香港嘅電商係咪發展得好好咧？咁就當然冇美國啊、大陸發展得咁成熟咯。咁不過呢輪疫情又對佢好啲，不過佢都一個好肯創新嘅，我都好欣賞佢嘅。同埋我想講，佢都我師兄嚟噶嘛，係嘛 ？OK， 咁啊2500上緊是不是 Kelvin 加緊倉啊？梗唔係啦，因為我霸住咗嗰個啊，遲啲我諗我都係轉一轉陣，即係一路做直播又可以唔會阻住我落盤都係好嘅。好啦，時間差唔多啦，都講足一個鐘頭啦，都算係有啲交代啦。咁啊好，因為我咧就肚餓啦，咁啊同埋咧都要開始咧做翻啲正經嘢，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今日時間差唔多，不過唔緊要，因為咧司機咁咧每日都會陪住大家嘅，咁記住咧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啦，俾啲意見我哋，咁啊亦都可以咧記住啦，多啲朋友咧去訂閱我嘅頻道啦，因為我最新咧我哋嗰個頻道咧暫時個人數咧去7000多啊，都好開心啊，每日都有幾千人睇嘅，咁啊希望有一個雪球嘅效應啦，即係將可能你睇緊啦，可能你身邊嘅朋友咧都可以捧我。一起看啊，讲听下浩德讲啦，讲得啱就赞下啦，讲得唔啱都话俾我知，等我哋可以改善一下啦。咁啊，听日再见啦，拜拜。